能走得稳当点吗？蹦得我心烦。静静姑娘，你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恶心。恶心。静静姑娘，你竟然说我恶心。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不管你是说我恶心也好，还是开心也好，这都代表对我是用心的。嘘，有人在暗中盯着我们，这个事情可真让人恶心。一定是在说我喽？哦，帮主，原来人家想跟你说说真心话，谁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什么地方不被人打扰啊？不被人打扰。嗯。不如我房间怎么样啊？不太好吧？也对。倒也可以啊。是吗？或者去我房间好不好？行啊，现在就去。别着急啊，晚上啊，等你哦。好啊。我不能让他们独处，要去报告给主人。进来。你来了。我来了，晴晴。要不这门我给你关上。讨厌。那开着吧。但风大呀。那就关上吧。不太好吧。开着就开着。师妹，这三更半夜的跟一个单身男子在这儿还关着门，想干嘛？我跟帮主想在这儿聊一聊诗词歌赋，喝杯茶，怎么？姐姐也感兴趣啊？好啊，一起吧。我没想到啊。好茶。姐姐也懂诗词歌赋呢。妹妹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怎么了？这个茶实在是太烫了，两位喝杯茶吧。姐姐还真是喜欢破坏这气氛呢。妹妹，你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我看你年纪尚小，怕你受欺负，所以特地来保护你的。我先走了啊。你去哪儿？吹风。都怪你。救命啊。不听不听。我看到妖怪，不听。辅导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看到妖怪了，太恐怖了，是我错怪了你了，你快出来救我行不行？嗯，你终于相信我了是吧？我总算安心了。我太相信你了，现在我再也不会怀疑你的辅导，只要你出来救我，你知道吗？那两个妖怪有多大？这么大，有这么大，我不行，
你快救我！别紧张，我都说过我是你的恩人了，我是来救你的。那你快点救我呀，快出来！昨天你没有相信我的话，所以错过了最佳时辰。现在我再重新再啊计划一下。计划？计划个屁呀！计划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逃命了。至尊宝，怎么了？静静姑娘，嗯，刚才我的手实在是烫的不行了，有点神志不清。我现在看到你，我有点把持不住啊。静静姑娘，天色已晚，我建议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休息。这个葡萄特别酸，你吃完了可能会拉肚子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嗯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帮主你就早点休息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行，那既然静静姑娘已经决定了的话，哎，那帮主，你好吧，那帮主也早点休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